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老师，我现在人在捷运西门站，然后我今天要带大家去看一个最近才开通的一个升降梯，在西门地下街，继续往前走。今天要带大家去坐的电梯，就是现在还标示着暂不开放的五号出口，走。其实已经开放了，这边就有电梯可以搭了，来初体验这个西门地下街的电梯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走出来前面就是中华路武昌街跟汉口街的中间，最近好开放没有多久的西门地下街的电梯。好，西门地下街第一座电梯就要接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